想到第一次出国比赛的时候，根本糊里糊涂的就出去了。那时候只是好奇的去打了台湾区的初赛，结果意外的进了四强。更意外的是，当时就拿了台湾的冠军，就这样出国了。然后出国之后，当时是赢了前世界冠军的韩国。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世界的顶点好像就在我的眼前了，但是后来对上了其他国家，却全都输了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还能想起那个时候的失落感，才知道世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而这八年来，最让人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一直都是玩战士，从来都没有换过其他职业来玩。而战士本身是一个很好玩的职业，比起其他那些都是用华丽的法术冲击的职业，我更喜欢战士这一种拳拳到肉的冲击感。对上法术职业的时候，战士通常都是处在一个相当被动的状态，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你该怎么去接近对方，而这也是战士本身最深的一门学问。战士对上法术职业获胜的关键就在于这个点，而你能掌握的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贴到对方的短短几秒内把对方放倒。而当我对上像我一样的肉搏职业的时候，通常我都能很稳健的拿到优势。在后来我知道第二次出国的机会的时候，几乎每天耗在竞技场时间都会超过八个小时以上。其实那时候为了要打赢国外的队伍，很多人都说我们应该换组合或换个职业练习。可是对我来说，战士本身的意义并不是只是一个职业而已。与其说我在玩战士，不如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战士。而战士本身一直都不是 PVP 吃香的一个职业，经常被控一下、被养一下，或是被冰脚一下什么的，很多控场的技能感觉像是就是针对战士而设计出来的。像是在2011年的 BlizzCon 世界赛，那一年的法术菜刀非常非常的多，美国、韩国几乎都是出法术菜刀的队伍。而我印象深刻的是，那时候不管是台上的主持人，还是其他国家的选手，甚至台下的观众，一看到我玩战士比赛的时候，都发出很惊讶的声音，甚至有嘘声出现。而那一场比赛我当然也没有赢，不过比赛结束后，其他国家的选手有特地跑来问我们的队伍说哪一个人是战士，然后过来和我握手致意。因为那一场比赛我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之下，还是以一人之力击杀了对手的其中一名队员，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选战士是对的。看看我最棒的队友，像我手上的键盘跟滑鼠，其实都已经不知道换了几组了。然后不管换队友还是换组合，还是去美服打，这一路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朋友，还有很多的队友，像是师块、朱大郎、荣誉哥，我们都是朝着一样的目标一直前进，一直坚持，一直打到现在，我们就是想赢。然后一直到了去年上海的 BWC， 那是我们实力最先强也是最稳定的一年。我们一度觉得世界的奖杯就在眼前了，就在手里了。可是第一天打赢了中国、韩国之后，兴奋的心情真的也是不用多说的。但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居然就因为吃了太多生鱼片，然后就食物中毒，我还挂了急诊。隔天也抱着病，我还发着烧就上场了。那时候心里就觉得也许不会赢了。当时心里就想到这么久的练习，这么多的朋友的帮忙，这么多夜晚都耗在竞技场里，输的瞬间虽然没有很意外，就是输的像是理所当然的吧，但是对我们的冲击来说真的很大。带着国旗站在舞台上，代表台湾举起奖杯，是我们唯一的梦想。即使我们出国比赛都没有人看好，即使虽败犹荣已经被写了很多年，但只要魔兽还在，我就会一直玩下去，要为台湾抱回一座属于台湾的奖杯。我是万夫莫敌，这是我的魔兽世界。